小沈阳在影片《三枪探惊奇》中延续了自己独创的杨氏幽默，就连台词说的也和春晚小品中的差不多。怎么说呢，我跟他们谁都不一样，好朋友们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哈，这个真没有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真没有。麻子呢？赵本山的加盟让该片更像是一个大小品。之前一直盛传在三枪中饰演捕快的赵本山造型最终曝光，斗鸡眼说话直愣的赵本山扮演一个插科打诨搞笑逗趣的糊涂判官。